逮住你了，把吃的还我。这些是？鞠公子，切莫大意。
大家快吃些药草，小心他，越打越顺了。随便打是吗？当强盗还敢嚣张，这下老实了吧？吃的摔烂了。今朝说过，抢我们的东西就要有被我们加倍抢回来的准备。你把吃的弄坏了，就算被我们吃了也不能抱怨。还挺可爱的。我看这次就先放过他吧，毕竟他也一直没有伤人。但你今后若再骚扰行人，我绝不轻饶。鞠公子呢？这些都是上好的陈年铁阳木啊，有这么多太好了。那可以给我做熊了吗？啊，不不不，其实那个还要很多别的材料才行。齐，既然鞠公子不方便，就别为难他了。不是，既然已经找到铁阳木，鞠公子准备这就回中原吗？此处离洛家已经不远，鞠公子如果无事，不如先来我家中小住几日。那就麻烦洛家主了。洛家一向欢迎朋友。算了，这些吃的反正都烂了，就给你吧。反正到了洛家，就有好吃的了吧。Thank you.